华晨宇跟周杰伦不愧是华流的引领者。头十年是周杰伦的时代，而后十年很可能就是华晨宇的时代。华晨宇一直以来都是受到很大的争议，例如，很多人听不懂华晨宇的音乐。而华晨宇也是一个性格耿直的男明星，之前就对毛不易的音乐做过很严厉的点评。华晨宇对毛不易的点评，对华晨宇有一定的影响，这也是华晨宇之所以受到非议的核心，就是音乐到底应该是什么样，才算是好的音乐。最终的胜利者似乎是毛不易，毕竟毛不易的歌曲通俗易懂，且朗朗上口，让人听过之后，会觉得沁人心扉，唯美动情。华晨宇的音乐则给人带来一种听不太懂的感觉，重金属的旋律会给人带来亢奋的效果。其实这不过是两个人的风格不同，人们的接受度的不同所导致的。而周杰伦曾经也经历过这个阶段。早些年，周杰伦的《双截棍》一出的时候，那个时候的长辈纷纷不看好这种音乐，觉得哼哼唧唧、哼哼哈黑，完全没有音乐该有的样子。但是后来，周杰伦凭借《七里香》《发如雪》等经典歌曲，直接打破了人们的认知，让所有人都知道音乐需要创新，而周杰伦也恰恰用着这种执着与才华，一直引领着华语流行音乐。我们再来看华晨宇，也是这样一个歌手。作为一名创作型歌手，华晨宇一直受到争议。对于华晨宇的评价也是众说纷纭，有人会觉得很新颖，同时也会有人觉得难以接受。但是不重要，重要的是结果。如今华晨宇的《寒鸦少年我管你》和周杰伦的《不能说的秘密》均出现在了冬奥赛场。这些都说明了，刘晨宇跟周杰伦一样，具有流行音乐引导者的潜质。这足以说明，华晨宇现在受到的争议只是暂时的，未来一定会像周杰伦一样，引领华流音乐走向世界。不久前就有人觉得，华晨宇将会成为第二个周杰伦。这个认知，似乎是一个比较超前的想法，如今看来确实是有可能的。因为往往受到的争议越大，最终成功的可能就越大。华晨宇作为原创型歌手，确实有很多歌曲都是跟当前主流音乐显得格格不入。甚至很多人觉得，华晨宇的舞台表演过于浮夸，让人觉得难以接受。不管怎么样，华晨宇的歌曲能出现在这个万众瞩目的冬奥赛场，就足以证明他的音乐被人认可。华晨宇的歌曲，仅仅是出现在冬奥赛场，就让不少黑粉哑口无言。曾经一直吐槽华晨宇的人，这个时候估计也没有话说了。不由得让人想起一句话，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中。